全手抄，手抄本啊，太少了啊、哦！这手抄本没有第二手抄本写的能像那什么，像记账似的，是什么？我一两什么？这像那卖货似的。这是算卦的。算卦的啊、哦，有一种老算卦就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写数啊，这种都失传了现在。嗯，你这是看出来是算卦的？那他们老、啊、老不明白。你不是玩阴阳的吗？现在这种不都没人会了，失传了。嗯，写数这个没人会了。哎，这是什么玩意儿？啊，一个。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。这东西还真是老的。必须老的呀。嗯，真是老的。乾隆的。竹燕徐香。这哪是乾隆的？不这个吗？乾隆盒。哼，乾隆。这罐怎么？罐子给四千。四千。嘎嘎完整，一个废皮没有。嗯。他们这儿都要五六千了，这不能瞎要。这你说是乾隆的，还有情可原。对对，这大伙公认他是乾隆的。那个你要说是乾隆，那扯下巴。只有乾隆出这种高珠的，别的没有。你看。只有他出这种，别看那器型，你看那铲，你看那。我告诉你啊，这种结合到后期了，全是没有这个了，四节、嗯嗯，只有带这个牌的是。那个太小哪去了？咋样，兄弟卖的？行。卖多少钱啊？你也知道老货哪有那么大、那么大弹、那么大弹性是吗？要新货吧。那个。这个笔筒有一条冲线是吧？但这个笔筒是开门倒带的，倒带的东西，铜制的。你看铜制这彩，这自然光现象，你看这油润感多足，嗯，胶质感，嗯，那莹雾的开脸，画工多流畅，材料的自然磨损氧化的痕迹特别明显吧？你看这所有的。这个三个油全是同志那彩绘翻白眼儿，看那有眼无珠嘛，那全是这个特征。嗯，这是他便宜点儿吧，我就当个标本。大哥，我跟你说，您来我都给你报个十价、别人来我都故意报这价，你看这给他报个八百一千的。这彩的自然光下，咱都是老朋友老熟人，你看胶质感和隔离光现象啊。给三百，行吧？两百，你赶紧买高了，你回来不敢玩他给我，我给你加个三十二十。买一个真正的铜制小笔筒，就是一条线，别的没啥毛病。除了你，这是你最大的面子，大哥，咱是老熟人。行，给我包起来吧，完我给你转微信。行，完整机太少了。哎呀，完整两千也买不到。典型同志的有眼无珠，对对对，看这多开门的东西，是是，两百块钱一买啥，大哥，把那人物嘎下来，也不值得价。嗯，我就当个标本。对，嗯，他好哪一点？他不缺肉，大哥。是是是，他不用缺肉。有一条线，行，二百块钱买的。对呀、你这东西，我感觉在你直播间里卖个。三四百块钱哎呀，都是优惠粉丝的，那他妈的，那人粉丝看上，人知道我明码实价二百块钱来的，我就算人三四百呀，那就什么人了，对不对？那粉丝的钱不能挣。哎、对呀、那什么，就捧个人场嘛。对呀。对，行。